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打扫。这个不是在吸这个地方的啦。哦，对不起。哎呀，真的是乱七八糟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老板，不要乱七八糟。哦。哎，今天好像都没有人了哈。没有啊。没半个人哈。没人呐。没有人，阿玲话你讲。嗯。看这旁没人哈。没人。我带你来去夜市啊，捞捞的。啊，你一直说要带我去，都没有捞到。这个庙里面不能乱捞哦，后面那个哦夜市就可以随便捞了。我带你去捞捞金鱼。好，走走走，行行行行行。拍摄拍摄哦，这个庙是重地哦，这物件我这比赛用摆摊。好啦，冲啥？我变来写信啦，写什么信啦？写信。拜托嘞，就是中大元帅圣诞前就我有下愿啦，啊下愿咱也照愿行，袂种讲卡种呢。真经个呀！写信我规团拢甲写落。哇！哦，你是做引导迄个呀？哇！你认为我怎？嘿，我是本人较变电视较乌无。你乌白讲。你到电视派。哎，发落你这。发落发落。卖乌白讲。真个啦，是请师傅出来，我今日都有足。叫足济哦，咱只个神仙大德有功有庙有景拢来，我一定要甲铁西宫写一遍。哇！开偌济呢？还有车主开钱的呢？安尼哦，意思讲你是要写信了，写信啦！安尼哦，今个西叫出来，西西西啊！什么叫西西？西啊，人要来写信。啊，伊叫做丽丽嘛，伊小名叫兰兰，啊，你叫西西，你叫你叫溜溜啊。人要写信，有有有，还有你哦，看我后面的嘛，啊，我认得我，我拢演歹人的，无我男主角呢，有，我讲就是啊，无，哎，发落发落，你讲咩来写信呀？我写信，我穿鬼团来呢，你冇我做者，唔免只功夫啦，啊，对啦，西江灵感，咱下元咱一定爱共写，本宫是以服务为原则，对啦，在啦，啊，这喜庆宴会，咱都共下元都一定爱写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做我写，是，你遐坐者，吼。你团和我归站，我今日有穿足济人来呢。好，那姐姐姐姐姐姐，来姐姐姐，大家姐好姐好哈。好了，谢谢了。我试下麦克风嘞。test， 好，老师，好来，准备，你态度，你姐姐，准备。我别再解药。各位现场，咱所有神仙大德，有功有庙有景，大家好。我是三立电视台上届演道第男主角名节目主持人，我就是乌面的。嗨，谢谢。好，我拍下，我拍下。他不爱引导好野人，吼！今日呢，非常感谢咱的车主大哥开这侪钱，咱的车主大哥就是伫咧咱绿岛的大地主，吼，林玉顺一开，这个呢。一直发落了，你咪有袂讲，你有袂讲就发落啊！咱绿岛这个大地主林玉顺，今日有邀请到咱的名歌星、名演员有高拜、蔡依林、哇、周杰伦、林志玲，这拢无要来，啊！因为这经费的关系。但是咱讲正经的，今日我有这诚意，吼来个遮，我特别有邀请到咱的金曲奖的歌王，各有咱的民歌的歌后哦，真济咱的民歌星拢来现场。首先，隆重加严重来介绍这位民歌星，就是咱的金曲奖歌王沈文成，欢迎过来者。哎呦，这么白啊！我又看过，金光白，好期待哦。鼓励一下。心事那么讲出来，有啥人会在意？有时阵想要说出。沈文成了，咱个隆重要来介绍第二个民歌星，就是咱的民歌歌后。哎，先生，啊，嘿，拢是你啊，嘿，表发落发个表，规样表要烧伊啊。你嘛表现很好。心意嘛，哦，心意正。你看这部更是心意，甲看咧，你对不对？民歌歌后蔡琴，哎，华夏吹蔡琴的。蔡琴，我喜欢。这出包可能就真的啦，这可能就真的啦。只不过可能讲沈文成来较无用哦，阿们个模仿者。对对对对对。
挂啥会啦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不介意哦，我足俗的。是谁？你莫笑个病鬼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是在化疗呀？呀，讲完你，而且上无只嘛，搁有一粒棋，蔡琴这粒棋，有时会走来遮呢。看天气的呀，看天气，看天气。你卖安尼啦？哎，迄个新兵已经掠光啊，新兵外，新兵后，后边搁有一个重量级。哦。主持界，进来进来。比蹦恰恰较红的。哎呦。比许孝顺较红的。啊啊，一定的。低歌量啊，马来到现场。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已经可以多两个拢模仿的啦，过来应该就真，应该是真的。那朱大哥来了就无简单啊嘞。哟。这成功啊，咱综艺界这个老前辈啊。真正是太厉害了，一个两个挂车秀，一个两个挂车秀，七彩电灯变化机，海外音响跑几个，好安尼多好啊！你上海这家真正赞的。哎，我头一届看到这个讲话啊！你湖北讲，闽北一个两个人，最近吼大肠癌生了灾啊！未使好势，但是未歹。今日来到这中大万岁圣诞千秋，千千秋，祝福大家平安大赚钱。破阿声甲吹一下，赞！拢你一个，一直发怒嘞，拜托嘞，恁别跟他丢四百尔，你是靠腰。我有钱，我谢谢你啦。丢四百块，但是我有生意，后边我搁赞下甲敲嘞，嘛隆重过来邀请，吼。钢管大比赛，这真正是比赛的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看你们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这比赛看。这个有来了吼，有这有来，这较好请的吼。安尼囡仔袂当看。伊去叫，伊去叫。不是，音乐个走嘞。钢管大明星，背起你老妈，这个背袂差起你，耶嘿，钢管大明星，恁爸是赚足钱呢。千五块尔，跳到内裤咁要零二，我今日才钓四百尔，我有台北桥都买落来呢。谢谢哈，我今日谢钱就谢到这，而且恭祝大家平安顺遂大赚钱哈，谢谢。